接，哎，我拿过来。我来。哇，我最喜欢拍这个画面了。好，现在在滚的状态哈，然后呢，那些死美国人，对不起，他就一定要量温度，因为这是 CCP 点，事实上 CCP 非常的多，好几个管控点。OK， 我看到你这样，我都觉得会烫到，没关系，我下次用不同的那种。不然就是绑一根竹，对，绑一根筷子，然后剪长了。你看哦，这种沸腾还需要量吗？我是觉得不用。对呀、啊，就是没关系，我们先量一次。你看旁边沸腾成那样子的。对啊。旁边再，我来搅动一下。底部没有。99.92.95.98.101.01.06.09.101，为什么会测到这个数字、啊？有两个可能性，第一个它不准，第二个它不是纯物质，它不是纯水，它因为有糖分等等的，让它沸点增加。101.5, 101.5, 101.6，好，这已经超过它的那个了哦。差不多，没有再调了。啊，小心哦，我把这个放起来。哦。好，好，我拍个照。好 ，OK， 好，先这样子，放旁边。是不是还要再焖15分呢、啊？对，30，好 ，OK， 那要全盖还是不要盖？然后把电拔掉，把电拔掉，焖30。好，把电拔掉，谢谢。好，那这是全焖了，我就把它焖起来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30分钟后见。